看前面。大家好，我是金强。但我觉得每天起床都蛮过瘾的，因为今天呢不是被他爱就是被他爱，每天都有人爱，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棒的。每天都有人爱，哇，就像今天一样，粉丝也很爱你，对不对？因为我也是女粉丝。好，我想问一下宋茜，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真的是很复杂，然后今天要爱这个人，明天要爱这个人。我觉得这是我演过最虐的戏，因为我各种亲情被抢了，感情被抢了，事业也被抢了，所以我这个人特别的纠结，对，所以才会有又被打又打人，非常的纠结。是天秤座吗？里面没有详细说是什么座，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特别自我的星座。有待大家去了解的哈。来问一下魏先祥，有什么样的感受？刚才你们说是五角恋特别复杂，我想说我爱的还挺单纯。爱的很单纯，因为是暖男的角色，对不对？对。而且，具体怎么爱的，大家看了才知道。反正我是爱的最单纯的一个。你是爱的最单纯。好，各位说到了剧中的这个爱啊，有说是最单纠的，有说是爱的非常错综复杂的，还说爱的非常的享受的。想问一下各位，跳出这个剧，自己对于这几段感情是怎么理解的？或者说，各位自己的感情观又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当然被爱是幸福了，但是呢，如果同时被两个人爱，然后一个呢就很可能另外一个暴力倾向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一点。对，因为卡在中间嘛，然后呢在戏里面呢其实会常常看到，其实最狠的还是妇人心了。对，还是女孩子最狠的，他们两个，对，你是比较可怜的，你是被欺负的，这个最狠。所以呢这一次呢大家应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选择，应该不是本色演出吧。这肯定不是，当然不是，我本人这么温柔。来问一下宋茜，你对于这几个感情的角色、感情的线路怎么理解？或者说你自己的感情观，能不能也透露一下？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在现实中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会很头疼，然后也很复杂，而且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演的这个角色。
家人，爱自己的爱人，但是呢，事业摆在了第一位，对，所以他是一个在事业上不达目的化之的，嗯，所以跟你生活中肯定是截然相反，对，截然相反，我在感情当中是一个特别投入的人，特别专情的人，对对对，好，来问一下魏先生。陈伟峰是一个默默付出一直在守护别人的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也希望单纯你就是遇到一个能好好爱我的人，就是在剧中你是一个暖男，希望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遇到一个默默爱你的女生，有没有遇到？所以我在说在等啊，遇到要想遇到这个人，好相信一定会有的。但是呢，四位的在剧中的这个感情呢，的确是特工苦难。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色了。比方说，这个 Peter 胡润东饰演的就是霸道总裁型、霸道型的一个男生，霸道总裁。像那个魏千强演的就是暖男型的，我们叫做忠犬暖男型。那么在我们的剧中，我们的这个各位角色，他们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都用了哪些招数呢？我们要先卖一个关子，因为在稍后的环节当中，我们会一一来跟大家来分享。说到这个剧《美丽的秘密》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海报是歌声版的海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海报当中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个话筒？其实，在我们的舞台上，好像每一位这个我们的主演都有出过单曲，或者说有出过专辑，是吗？老看我干嘛？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唱过歌，好吗？对，我刚刚了解到，经常是有出过单曲的。当然，通过这个戏跟大家一合作呢，我就更加认清了自己，我还是好好演戏吧。我们也很期待以后会有更多的出现。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这个剧中当中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我们从我身边的这个 Peter 胡润东来说起好了啊。我们知道 Peter 入行的时候，其实也从歌手开始入行的，有很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没有你我怎么办？我也会唱的，不愧是粉丝，对不对？那其实，在我们剧中的话呢，他是一位这个霸道总裁，但是美丽他在剧中他是一个歌手，所以在剧中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想问一下你，就是在整部剧拍下来，有没有觉得跟别的剧有不同的感受？因为以前我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以歌手身份出道嘛，然后呢，遇到过很多的制作人。有很 nice 的，然后也有很凶的，那我觉得这一次可以演一个很凶的制作人，我觉得是还蛮过瘾的，就等于说累积了十几年被制作人骂的那种心情，这个可以一次过到大爆发。还是有一点点过瘾，是不是？对对。好，来问一下宋茜，宋茜是有去韩国当练习生嘛，也是经历其实跟美丽还是有一点点相似的，想问一下你个人，你觉得跟美丽的这个角色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我觉得其实美丽这个人物她的经历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挑战，但是她身上那种就是为了亲人为了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奋斗的这个精神，真的是对我们家人就是愿意去挑战愿意去奋斗愿意去努力，所以大家都叫你送阳光，对不对？来问一下弦子，来，弦子是也是歌手，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想问一下剧中也是饰演一个歌手若琳，有没有剧中徐若琳是一个唱跳歌手，然后有很多那个性感的舞步，但我自己大多数是抒情歌，所以呢我在这个角色当中其实需要更多霸气的表现，对，所以这个跟我自己平常唱的弱弱的歌是有一点还蛮大的不同，有歌路有不同，歌路有不同，歌路有不同。接下来问一下千强了，千强刚刚我们看海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有没有一点像这个小哥费玉清的感觉？有吗？有。是这样的，这有一个故事啊，是我们在拍这次照片的时候，然后我去的比较晚，然后我一去那看到 Peter 哥在那边特别酷，就那个像摇滚一样啊那样的，他们几个都是很青春靓丽。那他们说你怎么办？你在剧里饰演的是一个中药店的老板。那你怎么来这个东西呢？我说，然后他们就帮我想，要不你找点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吧。然后大家都是很酷的、很炫的在那边上。我说那行吧，那我就突然就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哇，大家觉得唱怎么样？给点掌声好不好？哎，还真是有点费
个语气的感觉哈。那说到各位在剧中呢，其实确确实在会有不外乎亲情啊、爱情啊和我们的梦想相互纠结的一个。想问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说要让大家对于亲情、爱情和梦想来一个排序的话，四位会怎么样来进行排序？还是从 Peter 开始？如果是我现在的阶段，我希望这三个都是排第一同时的。对，因为希望有爱情，要有爱情才有家庭，要有家庭有小孩，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梦想。对对对，因为我身边很多人现在都不是当爸爸了，就是马上当妈妈了。对，都跟我美丽的秘密有关系。所以说你其实你还是要现在要把爱情和家庭排在第一位。对对对对对。好，来问一下宋茜。亲情是可以并列的，是一个很看重亲情的人。然后来问一下贤子，我刚刚有说过我是那个爱情至上，但是呢，目前呢，只能把事业跟亲情一定要放在第一位。我觉得现在想这个有点多，要等那个人来了再说。对，他在哪儿呢？然后他在哪里呢？有没有听到？赶紧听到，赶紧来到贤子身边好吗？来，听我问一下千翔。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坚持的是亲情是第一位的，因为你的家人一定是铁打不动守在你身边的人。然后梦想和爱情的话，在我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梦想更重要一点，然后爱情可以往后放一放。我们也相信在后面的时间一定会遇到好的爱情，各位一定会收获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和最需要的爱情。好，那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好吗？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收获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感情哦。接下来我们来爆爆料吧。我们这个剧呢叫做《美丽的秘密》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秘密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和了解。我们首先请宋茜来爆一下 Peter 的料，好不好？Peter 在这个剧中饰演的是霸道总裁啊，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人应该也会去这个冯瑞东的微博上来看，看到他，哎，还是蛮逗逼的，蛮好玩，蛮搞笑的。想问一下，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逗逼的气质？有啊有啊，因为我们在现场都是被他逗得特别开心。那具体的细节我记不太清，但是每天在就是在现场，哦，特别是拍他家里面的戏的时候，他就会穿的超级的像超人一样紧身衣，秀他的肌肉，然后这个是他自己最喜欢穿的吗？对，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衣服吗？剧中安排，剧中安排，谢谢。对对对，就 Superman 的超人的紧身衣，在片花当中有看到过。对，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把自己收藏一些很珍贵的一些，比如饰品啊什么之类的，都带到就是现场来，然后有一次就把他那个挂在裤子上的链子就夹到那个就是地板的缝里去，然后我们为他救他的链子就等了好久，他就扣他的链子，就还真的是很满足的。嗯，对，还是很可爱的，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侯润东，原来男神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哈。好，那接下来除了这个美丽和这个观影之外呢，其实若琳和观影有很多的感情戏啊。两个人是其实在剧中算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嘛，开始是不是？有一场戏是强吻戏啊。想问一下二位，在拍这个强吻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的尴尬？先问贤子好了。其实我知道要拍这场戏的时候我很尴尬，但是去到片场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就一直在搞笑，然后呢我就发挥他的逗逼气质。对，他就说你看准一点，不要等一下就是注意我的脸，不要看，不要影响我的那个妆什么，他又不在逗脸。然后一直对，然后我就后来就是心情比较平和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会撞到他的腰。其实他是在一直给你放松，对不对？对对对。想问一下 Peter， 拍这个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那个会比较，它是比较激烈的，这样冲上来吻，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以前我拍吻戏也试过，对方很激烈冲上来，然后把我们两个的牙齿快点撞裂了，所以我就很怕会
再次发生这个事情，对，所以呢就来跟他讲一下一些安全措施，要快很准，对。就一条就过了吗？想不想拍了几条？其实拍了几条。对，有拍了几条了。对，有拍，有记得有多少条吗？好像享受了六条吧。享受了六条。好，接下来问一下这个千强好了，千强当中饰演的角色，据说是我们的剧叫《美丽的秘密》，但是有很多的秘密，你是最会保守秘密的。当然，我们今天在现场不让你保守秘密了，你来说说在片场有没有什么小秘密跟大家分享？我就想说，我觉得这个角色确实是因为那个，里边每个人都会来找我说心里事，然后因为这个角色他比较的暖，然后现场有什么？对，我跟前子从来没有搭过戏。哦，没有，这是秘密。就你们俩没有搭过戏。所以你刚才说的什么五角恋，我这掰掰手指头算，这个好像真的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搭到戏。所以你一直是那个暖男型嘛，对不对？暖男坚持到底哈，叫暖男坚持。可能就是因为他暖男没有暖到我，所以我一直特别自我。那如果有续集的话，可以暖一下哈，然后编剧可以来暖一下。好，就是刚刚四位对于这个剧中这个角色的理解，以及我们在这个剧中剧外的一些分享，我们一些逗逼的，包括一些非常有爱的一些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几位主演跟我们来进行几个互动的板块吧。哇，互动的板块。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互动的这个环节呢，叫做求爱大作战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呢，各位男神女神为爱情是各出奇招，为爱坚守，为爱救赎。我们现场就来一个情景的重现，我们手把手的教给大家有什么样实用的恋爱宝典呢？来，我们首先来先上道具，好不好？来，好，这第一个道具呢，哎，往后摆一点。对，这个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宋茜。对，这个宋茜就是美丽的，在剧中的这个小红哈，小红。其实这个霸道总裁邂逅这个快递小妹的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一定是记忆犹新的啊。这么，我们请这个霸道总裁和这个美丽两位摆一个在剧中的一个造型 pose。所以你要再站回去吗？来，我们媒体朋友可以来拍一下。来，走过来，走过来。来，中间，来，中间，看中间。霸道与暖男之间，对对
闹一下，国外暖男一点。偶尔想骂到的时候骂到人，对，暖男的时候。人家会变成一个亲亲一霸道，又是下暖男。那弦子呢？弦子喜欢什么？暖男吧，因为我神经比较大条，我可能需要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对不对？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暖男型的。应该吧。哦，谁知道呢？反正还没出现，对不对？对呀、啊，想象到的嘛，怎么想都可以嘛。好，二位说了自己喜欢的类型，那刚刚男生呢，有了他们的一个表达哈，那我们来看看女生有什么样的表达。如果说二位在这个剧中若琳和婉莹的性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在现场，我们也来一个，二位女生对于爱情的一个表达。我们首先请若琳来，好不好？若琳来做一个。爱的表达，大胆求爱，怎么才能够拒绝？来，我们请，剧中是若琳跟关毅，我们把这个 Peter 请过来，好不好？我们也来剧情重现一下。据说有一个你要有一个抱着转圈圈的，我们现场方面不方便反应，用爱的形式，他要对你来求爱表达，所以他要抱我转圈圈吗？是。这个好像有一点没有，是可以抱他，但因为他先穿裙子了，比较是。那要不我们用别的方式来表达一下，我们俩在现场。好，你要他对我求爱吗？还是？是是是。哇，我今天又过了幸福的一天。来告白一下，告白一下，或者来表用一个动作来表达一下你对我的爱意。我准备好了，动作了。你今晚有空吗？我等一下就有空，不用等到晚上。没有人约吗？没有没有，就等着你约了。好吧，那走啊。对，你看多顺啊，多好。其实就应该这样，但在戏里面是完全相反。戏里面他就是一直爱着我，一直追着我，但是我一直拒绝他。对，所以我觉得在剧里面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明明那么好，那么漂亮的女孩子，但是每次都要对我吼，然后每次我都要把他推开。对啊，你怎么忍心？对，所以我现在补过来了嘛，我就说等一下就有空了。二位要不要来一个爱的抱抱？哦，好，这是若琳的方式啊，这样我们来看宋茜吧，美丽的方式。美丽就是今天有一个道具，对不对？有带了，有带吗？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哇！手工围巾啊，暖暖的。在剧里我有给关毅打围巾。哦，有给男主角打围巾。嗯、来，我们现场来，要戴上吗？啊，好温暖。哇，太。瞬间我都忘记现在是夏天。那大家要不要给宋茜一点勇气？中间站着，来，呼喊声再强烈一点好吗？好像还是有点害羞。粉丝在，有礼物送给你。哦，是什么呢？今天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清凉解暑的东西呢？因为现在是夏天，比较热。所以你是二种，夏天还给我带个围巾，为什么？哇，好温暖啊！对吧？对。好，其实在戏里面，他有这个围巾给我嘛，然后那时候还伸展开，极热无比啊！但是呢，要常常要带着这个爱心的围巾。所以虽然那么的热，但是觉得还是这个热还是值得的，对不对？温暖。是，现在要一直带着吗？你不要给我吧。哦。
给所有的粉丝朋友了哈。那接下来呢，从我们的互动环节之后呢，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各位啊，我们有一个美丽的秘密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美丽秘密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呢，受到一位粉丝妈妈的影响，决定发起一起资助听障儿童的微公益活动。在我们的剧组杀青的这个前夕呢，我们的剧组的成员都录制了爱心的视频和音频，我们号召我们所有的粉丝，我们所有的朋友，用微小的力量给予听障儿童最美的祝福和关怀。那我也非常开心的来告诉各位啊，我们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我们也非常开心的告诉各位的是呢，在谢幕的24小时内，热情的粉丝量就超过了200%，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长当中。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大屏幕的数据啊，我们一直在增长当中，我们的爱心的一个活动。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剧组也要向大家来表达支持和爱心，来做一个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我们也约定，我们将会捐助赠答给最需要的孩子们。现在呢，哎，我手里会有一个绘制本，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现在呢，我手里这个绘制本呢，是我们专门要送给这个爱心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给。是我们给这个听障儿童的一个绘制本。是我们所有的剧组的朋友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的一点点的心意的一个表达。那我们请我们各位主演在上面签上字，好不好？我们把这个送给孩子们，我们把这个爱心带到现场来，然后我们给他们把这个本子给所有的上，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来让四位在现场签上他们的祝福，签上他们的名字，我们把这份祝福，收着这个本子一起送给我们的听障儿童。现场签名吗？来来来，我们的粉丝，哇，跟我们的男神女
也送给所有付出爱心的朋友们，好不好？我们送给这个有颜值又有爱心又有暖意正能量的这个节目。好了，那么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们，我们的这个见面会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请我们的主演们来一个这个 ending pose， 好不好？好嘞，谢谢采访。很多男神都有过那个电视剧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合作了，不知道这一次和那个魏千翔和刘仁东之间有没有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戏特别的忙了，然后呢，我们都专注于我们的人身安全为主，因为呢，他那个小红摩托车他不会骑，但是呢，在里面他有好多场戏都要载我，所以呢，其实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但是呢，还有后来呢，变得说有一场戏是我要载他，然后他才发觉呢，我比他更不会骑，所以他其实更惨。好，
沟通一下歌技或者是舞技什么之类的。舞技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好沟通的，因为我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层次，一个舞神跟一个完全不会跳舞，对，这个没办法跟他沟通。但是呢，我在现场会讲的就是，因为我有看他视频嘛，他跳舞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对，然后我常常会在现场一直希望宋天可以秀一小段，但现在睡隔了三个月还没有现场看到过。如果我睡隔他三个月他都肯秀，你现在叫他秀他就秀的话，那我会吃醋的，现在还是不要秀了。他是那个，因为他是音乐总监嘛，在戏里面就是总是要牵连，然后我就不想。